机那边人肯定看见了，这么大个蜘蛛翻下来。也是偷了。这他妈就非常尴尬了。一台。这都歪了。进去没修完。
好啊，好。要不要这么怂？小僵尸。好，补充一下。喂，怀表，没怀表的话就好了，抢修了。
这样，接电话。盲女，色烟。速度太慢了。这边儿子，哦，换人救了。机械师。狗贼带怀表的，最后一台在我手上，还有一只鸟。
这个封锁仪式，我操！椅子，上。我丢两台啊。带机身啊，把机身劈出来了。装走，操，装推进去。小丑崩了呀。走。
了，快点！要清晰多了。这样是不回我真的不回少分，那他这边死了呀？打了什么东西？哇，我抓了个内存条，一真的爽，一点都不卡，就再也不会转视角会卡顿的那种，这完全就是超长花费，太舒服了，流畅的一批，早就该加了，我操。你又没有加速，你跑哪去啊？是谁啊？应该放儿子了。强师这边应该是有那个怀表的，里面放台旧啊，怀表骗去了，我去找先知。哎呀，扎心！我的闪现震慑他了。问题不大，小事。好像是没怀表啊，没带，那无所谓啊。
探险修电机。放他救我。还得修。那这边把先知抓死了。打掉吧。不着急，赶不过去的，这边大营帐肯定是点了的。看见一个人，他肯定开不动门呢。回去，哎，给到我面前晃。嚣张，狗贼！天资，这么怂的吗，大哥？这边放盲女射击的话，我会亏啊。
吃了，直接出刀。不要吐司。哪里修的舒服哟？急，拖的时间越久，我赢的几率越大。我斯多，我有一刀斩。哎，好，不小，我可以靠丝来杀人。现在只看了我五秒钟，看这边是谁。哎呦，卡了一下。一个疯狗一出。
你看我说吧，圣经里面其实没有必要带闪现，地图太小了，完全可以靠丝杀人。但传送的话又抓不到人，就很尬。枪胖，还提前交枪呢，还有两台。不跟你说 BP，冲上来就是一刀。我看他的儿子炸点。没有炸点，那我走。看我到现在技能都没用，带的有啥用啊？修电机。啊！这就有点尴尬了，小事小事。放他走吧，这边要抓先知。刚才有人在凑宝贝啊，我能确定是空姐。这个我操，这个速度，我都无力吐槽了。他是小丑吗？两个人肯定在加血，医院看看。如果没加血，那就是先知修电机，空姐凑宝贝。
该在左边啊。哟，被偷了。还有球。先失修了，走了，抓的抓的，把他抓到差不多这局就有机会了。走了，他要去救空姐，他没修了。救到了，被我牵着鼻子走，要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。那结局是我的天下了。可你要再回去又赶不到。我忘记了，还有球。哎，我不着急。搞死搞死搞死！着急了着急了着急了，电机要没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现在不着急了，现在真不着急了，留了。黄的哟。那每次从这个地方跳下来，我就觉得那边有个人看见我了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别人又不瞎。哎，彩丝。还行，佣兵呢？不过桥吗？小鸟。来看我，躲一下。
车没了，佣兵也没怀表了。舅马来刷分，800。他来了。吐一口，传送。敢来吗？这人死了。放儿子了。一台两台走，不守了。应该不着急。救得到吗？好了，谢谢芝麻线的小惊喜。他可能就是想让对面四黑以为自己是闪现，没有必要呀。抓了个好家伙。儿子还没放出去，可以的。哎，好卡，蚂蚁开始卡了。没儿子了。你不救人的吗，大兄弟？我要吐你一口，你才过来。还在修。
非要挨到人家死了才过来，结果人没救着，自己栽了，何必呢？整个加速，这边还有加速，挂得到的。好卡，重启一下。哎，圣旨，那附近是谁？圣旨已经暴露了，调香时抓圣旨。有加速吗？转鸟，中了一次丝。换人，不好追了他。这么稳的吗？下板
来嘛，接球。Thank you.